Nakivo Backup and Replication 的安装非常容易，透过 Nakivo 的安装精灵，可以很快速的进行产品安装，安装时间不超过两分钟即可安装完毕。同意软体授权页后，只要指定一个备份存放区给 Nakivo， 然后按下 Install， 等待产品安装完成即可。Nakivo 是以浏览器作为备份以及还原的管理界面。当我们安装完毕 Nakivo 软体后，开启浏览器，并同意安全性凭证，即可进入 Nakivo 的登入画面。新增 VMware 主机资讯，输入主机、管理者账号以及密码后，按新增按钮， Nakivo 会自动搜寻这台 VMware 主机的所有虚拟机资讯，并完成主机的设定动作。有没有很简单呢？开启一个备份的 job， 并点选要备份的虚拟机，再点选下一步，然后设定必要的选项后，按下 Finish and Run 的按钮， Nakivo 就会开始执行指定备份虚拟机的动作。所以操作上是非常简单和视觉化的。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目前有 AD 和 Exchange Server 正在进行备份，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备份的完成。在备份的过程中，备份的时间是虚拟机容量大小以及网络频宽而定。 Nakivo 的备份和还原的功能非常明确，我们可以从仪表板上看到目前 Nakivo 的备份进度以及备份的过程，因虚拟机动辄都是约数十 GB 到数百 GB 大小，所以第一次的备份时间通常都会比较长。我们也会建议企业在规划备份架构时，建议让备份软体有独立一套的备份网路，并将企业内部的资料网路和备份网路隔开，就不会去影响对外网路服务的正常运作。在网路频宽的建议上，也会建议采用 Gigabit 的网路卡或者是 10GB 的网路卡，可以大幅缩短备份的时间。若因预算或是基础架构限制的问题无法独立一套备份网路，则建议可以将备份的时间设定于非营业时间，或是错开资料库营运忙碌的时间，例如将备份工作设定在晚上下班时间自动启动，备份时间则设定到第二天白天上班之前。 Nakivo Backup and Replication 是一套高性能的备份解决方案，可以符合企业所需要的可靠性、效能和延展性，却不会牺牲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就是简单与效益。这个设计非常适合用于解决虚拟环境与云端架构中虚拟机的备份和异地超限。
Nakivo 专门设计用于执行线上应用服务的虚拟机备份与异地抄写，而且可以应付大量的虚拟机器群组交易及虚拟工作负载。其全自动的探索能力、进阶的保护技术与详细的仪表板资讯，都超越了企业所要求最高效能、可靠性与管理性。整个备份的过程也即将告一个段落，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备份展示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Nakivo 符合了上述所提到的两个原则，就是简单与效益，并能够满足企业在虚拟机上的备份、还原以及异地抄写的需求。若您有规划上的问题，也欢迎您与您的经销商或是与我们联系，谢谢。